一年了，哇，这个我们可以用中文。好，你有想要做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露出你的修长的双腿。我的腿其实很短，其实我那很高的。其实我有在关心。你是在讽刺我吗？不，没有。其实我有关心你的这个最近的状况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愚人节的时候有 po 出一张照片。对。那是娱乐新闻吗？是娱乐新闻吗？哎，我现在有一个娱乐新闻的角度想问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公开的吗？是吗？没有。哦。有没有你们觉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？哦，我们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跟大家，如果大家比较不八卦的哈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在这个叫什么？4月1号 April Fool 的时候 ，Kinky 有发了一张，说你们用这个超音波照片的，我用这个肚子的照片的，但不知道实际上的状况是怎么样。我现在用一个八卦记者的角度。看我肚子啊！我重点都没有在看肚子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问到这边了。那今年是第三年来到这边吗？第四年了。好，那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现场的观众朋友，或者是给我们民众朋友，好不好？一点就是说说话嘛，就是比如说你来到这边，你觉得很开心，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啊，然后想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分享一些什么你的情况之类的。我的情况就是很高兴来到台湾，这是我第4次来到台湾，而且台湾的朋友都非常的热情，而且纹身师也越来越多了嘛。从我第一次来到现在，就是慢慢看着越来越多，然后这个纹身展搞得越来越成功，然后很多很好的刺青师都有来到这个纹身展，所以是很高兴的。嗯，谢谢 Kinky。 那现场有没有朋友想要发问的呢？有没有朋友你举手？没有，他在你上面。好，那我有点词穷了，我想一下。平常要怎么样保养你的皮肤呢？平常什么保养？我没什么保养。哦，真的是没什么保养，就这么样的天生丽质。没有天生丽质，是不是老了。哦，不要这样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摊位上面有没有什么活动进行呢？摊位上面有我的摊位。对对对。都在工作。好，所以你的摊位在哪边？在18。18号摊位，好不好？如果等一下有想要到 Kinky 的摊位来观看 Kinky 的刺青的这个过程，可以到那边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以不打扰你工作为主，对不对？也不打扰了，他们也不会进来的。好，对。因为台湾人都特别这个斯文，我发觉就是他们不会这样推你。到哪边会被推？啊？又到哪边会被推吗？有中国。哦，好，先不要说了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再次谢谢 Kinky， 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的时间。